咁我哋再立一立呢個表，你會見到有一匹四班馬，係咪？係時裝精英。咁佢亦都係同嗰啲高班馬個末段相近，而且咧，你睇下個時間係1分21秒69，係快過自己本身四班嘅時間啦。咁即係話呢匹馬跑四班，佢就完全唔需要話等慢步速啊或者咩係咪？甚至佢呢個三班都有機會得嘅。你睇下個時間係1分21秒69，你再睇三班嘅標準時間係1分22秒2，係咪啊？咁我哋睇下呢匹馬喺六七三場前之後發生咩事啦？S 97嗱就呢度啦，嗱六七三贏咗，係咪再出又贏啊？潘頓，咦？咁點解三班唔得咧？之後輸咁遠，咁你知道啦，輸22個身位呢啲分分鐘係。個咩啦？個身體有事啦，所以跟住就唔見咗你只馬，呢排都冇見啦，係咪？但係無論如何，佢係咪如果正常嘅話，呢啲攞嚟做備忘馬，亦都係下一仗啊！我哋話下三仗之內，起碼有個表現俾你㗎啦，係咪？所以呢匹就係類似佳龍區咁嘅情形啦，佢係末段快，本身時間亦快，咁呢啲你就唔需要等啦。咁當然呢個有個好處啦，呢、這個仲係不正常馬，即係有班次嘅水位喺度。呢、這個就係15年，咁你再睇下16年係點樣？嗱，16年你會見到最快嘅係呢啲馬，其中最勁係三班嘅巴基之星。咁佢嘅時間，你睇下佢做出嘅時間，雖然佢係呢個快步速係喺個慢步速入邊翻嚟啊，但你睇個時間喺三班係快過三班嘅標準時間噶嘛，而且二班嘅標準時間佢係五四1分21秒54，二班嘅標準時間係1分21秒8，咁即係話佢呢個時間又係快過。二班嘅標準時間，甚至快過一班嘅1分21秒6，係咪？所以雖然佢呢個快步速係喺唔係呢個快末段，雖然係喺一個慢步速入邊得翻嚟嘅，但係佢本身嘅時間快過，咁即係話俾你聽係咩事啊？呢只馬嘅末段係恐怖，係咪？咁佢基本上所有嘅時間就跑得咁快，靠最尾嗰一段翻嚟嘅喎。咁即係話呢啲咁嘅馬就唔怕啦，喺呢個三班必超啦，係咪？升1600亦都係必超啦，佢嗰陣時三班啊嘛。佢出現呢個時間係出現咗長至38，係16年，我哋睇一睇啦。咁而家當然你聽呢個馬名，你亦都知道啦。但係我哋要睇翻。我哋如果你喺16年嗰陣時係啱啱跑完長至38，你係唔知道之後發生咩事噶嘛，係咪？所以我哋要睇翻佢長至38之後發生咩事，V325。長至38喺呢度出嚟噶，你見到之後再出，幾乎全部喺制度啦，啊？再出個兩仗都係入 Q 噶，一個咧喺二班跑1400，一個喺二班跑1600，係咪啊？跟住咧跑1400嗱，佢呢啲馬唔怕啊嘛，佢可以做個快時間啊嘛，所以佢跑1400嗰陣時贏啦，啊跟住而家上到頂係咁入 Q 入 Q，所以你見到呢啲馬係都可以屬於做備忘，因為點解佢嚟緊？下三仗之內多數會有表現㗎啦，甚至下一仗。好啦，睇二三哥就唔同啦，係咪？嗱，二三哥嘅末段雖然快，但係佢哋個步速慢，個標準時間亦係慢㗎。所以呢啲馬咧又係點樣啊？你知道點樣㗎啦，係咪？等形勢咯，跑1400，咁啊跑1600啦，咁啊睇。
跑千六嘅水位又唔多，除非呢只马系侧身马继续进步，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佢继续进步之后，你喺千六嗰啲个表度，你会睇得到噶嘛，系咪？咁你可以睇一睇有得威系点样 ，S398 长至255。喺呢度，嗱有得位赢啦，咁佢下一仗咧，佢亦都赢，咁你可以睇一睇佢下一仗到底发生咩事。嗱，佢下一仗佢赢咧，就系赢嗰个系嗰个步速系快啲咁多，但亦都唔系好快，咁啊赢啦。咁当然啦，有阵时你系会呢啲事会发生噶嘛，可能佢仲有进咧，或者佢真系 top form 咧，系咪？但你再睇佢嗱，再千四系咪净系跑第四啊？系咪？咁即系话呢啲马预着喺慢步区入边咧，就有啲疑点啦。咁当然唔系全部都唔得啦，系咪？但如果入边有一半唔得嘅话，咁呢类马我哋就要放弃啦。即系如果你敲嗰啲咧，呢个路程千四都敲咧，就敲嗰啲慢步速咯。威利村系一样嘅咋。咁有冇超级马喺度啊？睇时间呢16年嗱，奥斯卡就属于啦。点解嗱？时间1:20.86系快过1:21.35，系咪？呢个已经系讲紧系级制赛嘅时间，佢系快过标准时间。咁即系话呢匹奥斯卡有少少类似15年嗰匹，15年嗰匹咩啊？加农区啦，系咪？因为佢喺呢一年好快嘅时间，同埋嗱好快嘅时间，同埋好快嘅末段，咁你可以揿一揿15年，将佢一齐嚟比都得噶，系咪？你唔一定咁样。嗱，奥斯卡喺呢度，加农区喺呢度，系咪？你可以睇到奥斯卡嘅嗰末段仲快过加农区。1:21.6，但系你当然啦，佢嘅时间慢少少啦，但系比较类似啦，系咪？啊，所以你呢个你想比较咧，你系可以全部咁多季拣晒嚟比较都得，系咪？咁我哋做，我哋唔系啊嘛，我哋话主要今日嘅课就话俾你听，嗰啲马如果发生咗边啲直敲，边啲唔直敲，点样睇个实力高噶嘛，系咪？咁我哋嗱去翻16年啦，嗰一季啦，咁我哋就睇下奥斯卡系发生咩事啦。佢系喺季尾发生嘅呢件事啊，T251，好啦，佢系大摩嘅马，15年赢过一次嘅啫。咁咧，佢喺呢场次佢就做到个超级嘅时间嚟啦，系咪？而且见到佢呢一日757之后系属于。我哋嘅备忘啊嘛，今季佢有出，但系佢跑千二咁啊，梗系唔系千二啦，系咪？讲过咧，呢啲马，如果系时间有快嘅，末段有快嘅，你可以敲同程或者跳程都得。嗱，留意啦，呢匹马今季已经系跑千二，而新咗一仗咯。下一仗，如果你见到佢系千四或者千六，就要小心咯，因为呢匹马话咗俾你听喺依家系有实力嘅，呢个就蔡若翰马房嘅马啦，所以你呢匹马，因为佢之后仲未跑正常嘅路程啊嘛，即系应该考个千七或者千六，所以呢匹马就得你备忘咯。飞星海旋四巨王盛德伟有三匹马。都係喺比較高嘅地方嗰、那個位置，咁其中好清楚睇到盛德威個時間係快啲嘅，係快佢嘅三班嘅時間，係接近二班1:21.8，係咪？咁其實你咪可以睇下盛德威之後嘅表現係點樣咯？呢一隻 A025 就1:98。
喺呢度，你睇唔睇到？嗱，喺三班有些少水位噶，下一仗又系赢啦。成就威4.9倍赢噶，系咪？都做到个备忘嗰个马嘅要求。啊，之后再跑升翻1600，隔几仗之后仲有啦。啊，而家仲有一路咁嚟噶。咁即系话，透过之前我话过嘅嗰啲时间，你就已经明白咗。邊啲係直溝嘅備忘碼啦，係咪？因為盛德威嘅末段唔單止快，佢個本身時間亦都係快啊嘛。好啦，咁呢度留翻你自己去用翻個表去 check 第二啲啦嚇。咁我哋就講翻今季啦。嗱，喺講翻今季之前，我再重複一次嚇，好重要。有水位嘅馬，活段快嘅，跑千四喺慢步速入面，慢時間入面得嚟嘅啦。如果跑返同班嘅，你就唔係太驚，因為佢有水位啊嘛，係咪？如果升班嘅，你最好就睺嗰啲慢步速啦。但如果跳程咧，就最啱啦。如果本身活段又快，本身時間又快嘅，同埋又有水位嘅。咁嗰啲係最直溝嘅啦，特別有水位嗰啲係咪？我而家講有水位就係不正常嗰啲即係超咗班嗰啲時間啦。咁我哋睇今季啦，今季收花跑咗咁多場啦，做緊一哥係申輝。我哋睇佢時間，申輝嘅時間今季做嘅末段係最快，佢個時間係1:21.15，標準時間係1:21.5，即係佢係快過標準時間咯，係咪？呢個係一班，今季嘅級制賽係咩啊？今季嘅級制賽標準時間係1:21.3，申輝嘅1:21.15，又快過佢咯喎。咦？今季有機會呢個申輝係一匹直溝馬喎，係咪？即係跟翻我哋之前咁樣睇嘅。咁即係呢匹馬千四啊，千六啊。你都要特別小心咯喎，佢而家仲係一班啊，佢隨時喺級制賽出擊喎，係咪啊？咁我哋睇一睇呢個25今季申飛之後係點樣啦？V077-25，嗱，申飛喺呢個時候就顯現咗今季佢啲能力啦。如果啦，佢跑千六喺級制賽，果然跑咗第三名，爆咗個半冷，而且咧，你睇下係有飛落嘅，講咗俾你聽啦。因為呢個方法咧，落飛檔佢哋差唔多都係咁樣用嘅，有一班人專門買呢一類嘅馬嘅，所以你見到啦，嗱係咪？但係仲未跟住之後仲未出啦，咁即係話呢匹生輝喺今季係一匹值得你做。備忘馬噶啦，係咪？咁當然你話，咦？我哋淨係跑咗兩個月啫喎，佢係咪咁快咧？嗱，咁你又可以咁樣比，你咪將16年嗰啲懟埋出嚟咯，係咪？嗱，16年，咁你睇申飛喺邊個位？你睇唔睇到？申飛仲係喺呢個位啊！申飛嘅末段咧，即使同上季成季嚟比擺上嚟，佢仲係呢個位。佢前後有巴基之星、奧斯卡，係咪？咁我哋再睇申飛呢個時間。21.64，奧斯卡21.68，申飛係21.15，奧斯卡20.86，咁當然奧斯卡更勁啦，佢時間快啊嘛，仲勁。但係申飛已經拍住佢咯，所以咧佢而家呢個時間絕對唔係話淨係跑咗兩季嗰啲對手比較少咁樣比較出嚟嘅，呢個就係申飛。咁我哋再睇有一匹一立一立，你見唔見到？係咪有啲嘢？已經係好顯眼啦！四班，特別係呢度呢匹係咪？嗱，呢匹紅衣優進係個慢步速翻嚟嘅，但係佢個時間係1:22.15，係快過紅衣優進，係快過四班嗰個標準時間噶嘛？咁即係話，如果佢係跑四班嘅話，你係唔需要驚㗎，係咪？雖然佢係慢步出入邊翻嚟，因為佢本身時間快過佢啦。
今季嘅三班係咩時間啊？1分21秒8，咁佢係1分22秒15，所以咧去到三班咧，你就可能要等嗰啲佢嗰、那個如果跑千四嘅話，你要等個慢步速喺個四班，你就唔使驚。仲記唔記得下一樣啊？如果跑千六咧，就更加唔使驚啦，係咪？四班三班都唔使驚。好啦，咁我哋睇一睇紅衣優進呢匹馬啦。呢個係長字23，係 A039。長字23，係咪？係喺呢度出嚟噶啦。嗱，呢個羅富全噶，你睇佢一跑千四，謹勝，係咪？啊！喺四班啦，都話四班跑乜都唔跑啦，超啦，曬超啦。而且羅富全咧下一仗咧已經唔跑千四啦。嗱，呢啲就係叻嘅練馬師啦，係咪？完全明白自己只馬，唔單止明白，時間都好清楚。所以佢贏完之後，嗱，你記住喎，佢跑千四僅僅勝千四啫喎，係咪？嗱，通常僅勝咧，如果你唔知嘅話咧，我哋就覺得，咦，僅僅勝千四，而家加分加磅。孭到132都仲係咁有信心，3.9仲要落到2.5喎。對我哋，如果我哋冇職業嗰啲數據庫，你點知啫？係咪？即係大眾嗰啲，但係而家你有啊嘛，你知道咁。哦，原來咁樣佢先咁有信心，係咪？跟住嗱，當然跑第二啦，嚇、啊，跟住再出啦，咪跑第一咯。你睇下上仗點樣贏，係咪輕勝啊？仲係孭住133添。啊，點解今次好分咗咧？因為公眾覺得可能佢咩啊嘛，又要孭133磅，嗰次都贏唔到係嘛？今次好分咗少少，呢啲飛全部都唔係我哋公眾俾噶啦，係嘛？都係啲幕後飛嚟噶啦，一早就落咗噶啦。咁即係話，今季嘅紅衣優進而家贏完都喺三班啫喎，咁值唔值敲啊？當然值敲啦。嗱，所以我話羅富全。仲有冇啲馬有分嘅馬嘅手啊？嗱，呢個已經明顯係一個子彈啦，係咪呢個？而家睇佢點樣用啦，分分鐘又話陣間話上千六、千八啦，係嘛？咪大把子彈，呢只馬都唔知仲有幾 win 啊！如果跑三班，起碼有兩仗三班跑啦。嚇，呢個又值得啊，係一個值得備忘嘅馬啦，唔使講啦。咁今季有幾個係快嘅？末段盛德威同埋龙船鼓掌呢啲嘅时间都系比较点讲啊，系慢过啊标准时间噶，系嘛？但系只龙船鼓掌喺二班，咁即系话佢可能呢只马咧，你要敲佢千六咯，系咪？时间慢啊嘛，二班啊嘛，如果跑二班嘅话，即系话佢呢个班次如果跑千六，就属于一个直敲马咁，我哋睇一睇。佢冇跑啊 ，T286，64。嗱，又係練馬師，呢啲係好嘅練馬師。嗱，286贏咗個長字64，係咪？嗱，呢啲馬要 hold 住佢。千四嘅慢步速或者千六啊，又系升上千六啦，跟住咧就赢啦，系咪？呢个放眼量咧，嗱，放眼量又系喎，系四班喎，系一匹咩啊？唔正常马啊嘛，快末段啊嘛，但系你睇唔睇到佢个时间系？慢步速是慢時間，咁即係話放銀糧，你要再睺佢，你要睺乜嘢啊？千六或者千四咧，就要等形勢嘅慢步速啦。我哋睇一睇啦 ，A140。131，即係呢一仗。嗱，
佢知講咗啦，你要開佢比較慢啲嘅步速好啲啦，所以佢再跑千四就跑咗個第二，咁我哋可以睇一睇佢係咩步速咯。咦，你見到呢一場，咦唔錯喎，佢係可以喺個快步速入邊出嚟喎，都可以入 Q 嘅喎，咁即係話佢喺四班入邊咧，仲係可以有能力跑千四都冇問題。但係當然啦，唯一個缺點就係佢已經係你睇下個末段做唔到出嚟㗎啦，係咪？咁呢匹馬如果你要敲佢，而家佢仲係四班嘅分數啦，咁就最好就敲佢放增程啦、千六啦，係咪？咁如果係繼續跑千四嘅亦都可以，因為佢呢只馬係側身馬嚟啫嘛，啱啱起步啊嘛，所以之後可能又跑出啲快時間，我哋唔知嘅啊，所以呢匹馬就咁樣睇。仲有一匹喜德福，又是稍微慢的時間回嚟的，你看看是不是？即係呢啲馬又係要等慢步速啦。好啦，立一立一立，咦？見到一個好搶眼喎，電信大炮，今次有出喎，同埋呢只喜德福都有出喎。咁我哋可以立一立呢兩隻係咩啦？先講電信大炮先啦。嗱，電信大炮又係時間慢啲嘅，係咪啊？一分廿二秒九，剩五班嘅一分廿二秒六，咁即係話一睇就知道呢只電信大炮又要等同場，如果出現咗慢步速啊，所以今次佢有出嘅，咁我哋睇一睇 V 一四四。嗱，佢贏完之後，係嘛？又係危險嘅，因為要靠等啊嘛。所以佢跑咗兩仗，一個第三，一個第五。咁當然啦嚇，因為佢而家係五班咧，五班馬有個特性嘅，就係肯定唔穩健嘅，即係佢起伏都好緊要嘅。有陣時可能癲咗跑一個好好嘅成績出嚟啊，呢啲可能係突然之間超水準嘅發揮，跟住之後冇啦。呢個係五班嘅特性，因為如果佢係穩定嘅話，咁你跑多幾仗第二、第一，你已經升咗班啦，係咪？嗱，呢個所以個五班馬就係呢個缺點。咁今次用轉咗莫雷拉，咁就加強咗嗰、那個那個配搭啦，係咪？咁即係話講到明嗰個列馬斯係要搏，即係要係求 win 噶啦。但係佢跑唔跑到出嚟咧，同嗰日個步速就相關啦。咁唔該你跑呢只馬嗰陣時，你要睇一睇嗰場預計步速係乜嘢，有冇啲短途嘅馬可能會放快？如果會放快啦，就比較煩啲，因為佢未必做到呢個步速翻嚟啦。咁當然啦，你仲要睇同場有冇第二啲千四嘅實力馬。如果實力馬都冇嘅，你快步速佢都唔驚啦，係咪？所以有兩個條件值得你去睇咯。咁你今個星期仲有一匹喜德福都會出賽嘅啊。嗱，喜德福又係佢係可以做到好快嘅末段，但係咧亦都係一個慢步速入邊嘅。咁即係話呢匹馬咧可以睺下佢升增程或者慢步速啦，咁我哋睇下喜德福發生咩事啦。T 四二一，七十六，嗱，喜德福就喺呢度出嚟噶，七十六，嗱，佢升咗三班啦，咦？點解唔得啦？係咪輸好多啦？而且當然啦，佢又換咗人，由強變弱。咁當然啦，我哋呢個唔係主要原因，我哋主要原因睇佢呢場到底係咩步速噶嘛。咁你見到啦，呢場出現咗個快步速，五啊八個四三，佢喺四班係咪？所以即刻唔得啦，跑第十二。所以呢匹馬咧，而家喺三班，因為而家升到三班啊嘛，個道理係一樣嘅，你就要睺佢千四嘅慢步速。或者千六，好啦，咁你會咁樣諗啦。呢匹馬由於唔係側身馬，即係已經見咗嗰啲實力啦，係咪？咁有啲馬係唔適合跑千六噶嘛？之前跑到好多次嘛，我哋唔知，咁我哋睇一睇咯。咁佢睇佢有冇跑過千六，因為佢唔係啱啱起步嘅馬嚟噶嘛。佢蘇北跑咗一次，係一六年六月份跑嘅，七五八，即係呢個時間跑嘅。
嗱喺呢個時間跑可唔可以作準咧？又唔可以喎，因為可能佢冇 form 咧，係咪？喺睇嗰啲啲隔離組友前面嗰啲，即係嗰啲名次好遠，所以我哋唔敢講佢得唔得，唔可以肯定。除非佢跑呢個千六、千四即刻第一，跟住千六唔得，跟住千四又得，千六又唔得，咁你先可以證明到而家唔知。所以呢匹馬你如果要 hold 咧，遇着慢步速嘅千四，佢仍然可以有機會爆。即係如果你睇下今次再出，佢而家呢個星期六佢有份出嘅，咁你自己研究下啦。嗰場嘅賽事多唔多同程嘅千四十里馬，同埋嗰日嘅步速，如果係慢嘅話，冇乜步速嘅話咧，如果佢遇冷咧，你就可以搏下，係咪？咁當然如果千六嘅話咧，遇冷咧更加好啦。啊，呢匹馬就咁樣。嗱，所以你而家知道咗，透過咗我今日同你解釋呢個點樣去睇時間。係咪令到你係知道咗？哦，原來係咁樣啊！個末段同嗰個步速正常步速本身時間標準時間必須一齊組合嚟一齊睇，係咪？睇完之後咧，你就對呢匹馬嘅能力，你就有非常之大嘅了解啦，係咪？咁樣咧，對你李逵啊，你佢再出嗰陣時，你咩時候 hold 佢，或者呢匹馬適唔適合增程，你都會知啦，係咪啊？咁係咪透過呢樣嘢嗱？你揸住呢個啊？數據庫係咪又明白咗好多嘢啊？如果冇呢個數據庫呢樣嘢，請問你點樣做咧？係咪係咪好困難啊？好啦，呢、這個只不過係千四啫喎，啊嚟緊咧，我哋會講第啲路程。所以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 topic 啊對你係有幫助嘅，即係啊即刻可以去用嘅，咁啊鼓勵下啦，喺個 like 嗰度撳一撳啦嚇，咁啊下一次我啊講得更加多啲嘅 example 啦。因此你要練習咯，因為我今次咧同你設計好晒啊，你唔使自己搞啦，全部喺晒有啦。OK，咁啊多啲練啊，一定要練。第二咧，如果仲未有嘅話咧，都係嗰一句，嗱嗱臨訂啦，因為你唔訂，我喺呢度講，你就算吸收到，但係你用唔到嘛，下一次係咪先？你最多知道呢幾匹馬嘅啫，但係。一路再 update，又彈咗啲嘢出嚟，嗰啲碼啊嘛，係會變噶嘛。OK，所以如果你仲未有嘅，立即撳下邊嘅 website，跟住下次見。